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不一样的人存在，消息是一件很好的体验啊。哇靠哇靠哇靠，希望我不会太冷。这个是战地嘛，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我有点想要练习，就是说，就是我可以边玩边讲话，这样。对对对，我要边玩边好好，现在可以看到对面有两个 Zap 哦。我靠 ！OK，Nice Nice， 好，现在已经倒三了哦。就是我要学瀑布一样，我要边玩边讲话。没落。Nice Nice Nice。OK， 适时的注意一下自己的墨量，就这样挂掉。OK， 这个我跟噗噗这个一场这个手的这个组合其实是还不错的，等于说可以互相搭配。OK，Nice。好，这个场地哦，就是怎么讲，就是如果站进来的话，有时候稍微压个家其实也是还不错吧。好，一个快闪，然后有时候可以躲在这里。哦，然后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如果中到导弹的话，就是哇中到导弹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带到那个你的那个叫就是战地区，因为等于说帮别人补地了。好，剩二了，加油加油！好，左边队友，哎，已经被干掉了。哎呀！哦 ，nice nice。啊，对，要继续讲话，我要养成一个讲话的习惯。我虽然是打气，但基本上我不太讲话。而且，我其实蛮想问大家，你们在打气弹的时候嘴巴会打开吗？对，我一直很想问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张着嘴巴在打气弹。他被带走啦 ！Nice, nice, nice。好，我刚问的问题哦，我现在因为，哎，擦一下。啊！好，我现在因为我在玩，所以我还要你我刚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可以留言下来，然后我等一下一起看，一起回答。我在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那个留言板的那个话。但我就是想到我的问，我刚是把饭团。OK、yes。OK， 回去，你刚。现在对方还没有 HP， 我来学噗噗。前面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捡到！好，现在刚倒二，所以这边应该……哎，我又把那个导弹带进来，我弄坏习惯。有人说你可以慢慢的游，有没有？然后等有人出来，射他。OK。哦、oh, ，nice nice nice， 助攻。这时候可以往里面稍微，这边的地。好，助攻到。OK nice， 哦、oh, nice， 哇、oh, ，感谢队友，感谢队友。我来看一下刚大家回什么哈。
哦，对对对对对，确实那个语气确实。例如说会一直讲话自然自语。Kevin 说打私房，那个不行。好的，对面又是杰瑞了，我等一下应该会很有预感，就会讲出又是杰瑞这句话。这个场地嘛，目前来看对面好没有狙，我还可以接受，我个人是蛮怕遇到狙的啦。哎，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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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呜！好，那现在走。哎！哇哇哇哇！好可怕！啊，导弹啊！哇，地板好脏啊！好，现在他们倒一个，好，两个，好，站一下。Nice。哇哇，饭团捡到 ！Nice。有时候这样躲在旁边看一下状况是不错的。好，现在先状况先退一下。哇哇哇哇，这么多人。的，现在重新整理一下。完了完了，我一直在学夫妇讲话，夫妇要生气了。夫妇不要生气，我不是在取笑的，我是觉得你讲的蛮有道理。啊，又是这个。哦，我觉得我要死了。哦，糟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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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这个怎么讲？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比较不好打出去或打进来的状况下，哎，看到有一个人。OK 的情况下呢，就是先存个 SP 哦，然后看一下队友的状况，然后这个不慌不忙的出去哦，好看一下远方，哎，看一下这边有人要走这个，就可以把那个给他，然后再来就是当我们这个这个哇，我们可以把就是等于说还没有大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敌人的地都涂一涂，有没有？这对我们一定是有帮助的啦。OK， 糟糕糟糕糟糕 ，OK， nice， 有的时候反向丢鱼也是不错，如果别人都在自己家里的话，哇，现在倒三个，我要小心一点了。OK，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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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过来了，捡到，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锁敌啊，就是搜索敌人这件事情是也是这个期待里面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说我自己也没有做到很好了，但是因为这个被虐久了，就是会看一下这个大佬们他们都怎么玩。有个雨，好，剩39秒，可能要稍微这个把这个敌人可能会前进来的地啊什么之类的都把它涂一涂，这样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这个预防，比如说有人绕背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把自己家里的战地都抓多一点。OK， 哇，糟糕糟糕糟糕，跑，我跑远了，这个是我的失误啊，跑远，哦，好险 ，nice， 哦，感谢 ，Oh my god，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 Black Star 已经成为我们的专业肌肉员了？大家赶快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有看到那个可爱的动画升级了，哇塞 ，Black Star 超久不见的，哎，你一回来就是直接加入我们的肉员，会不会实在太那个了？实在太那个，跟大家多多来玩这个游戏跟直播的话，当然也是很好的啦。哎，欧诺，你也可以这个加入这个西单学院的这个 Discord， 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可以，他们都会开房间一起玩之类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找你的队友的话，也可以到里面去看看哦。OK OK OK， 好的，现在这个对面一样是两只这个鱼在跳哦。然后跟这个露营伞 ，OK， 那我看看我的队友在哪。喂 ，OK， 啊，又是杰瑞。又是杰瑞，哇！杰瑞一打三耶，可怕！恐啊恐啊！哇，倒了倒了倒了！倒了倒了没墨了。哦 ，nice nice nice nice。nice。对对，这个蛤蜊啊，这个模式啊，很重要一点。因为这个达人什么之类，最重要就是吃蛤蜊了。一吃吃就很重要。然后你要大概知道蛤蜊都会在场上的哪些地方出现，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应该不要站到这么前面去，我觉得。哦 ，nice 哎 ，nice 哎，可以进攻了，可以进攻了。给你们，给你们。快快快，快给，快给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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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好，这个时候如果打完没有蛤蜊，就要记得去吃蛤蜊，就不要一直守在那个球门那边，因为没有球也不能那个，也不能干嘛。Nice, nice, nice。那这个跟队友的合作还有 cover 很重要，比如说你在跟这个一个敌人对枪，但是我对自己的这个枪法又不是很有自信，可是至少我还可以跟对方怎么讲，就是周旋的时候呢，你就尽量可以拖延，等待队友来这个支援你，比如说帮你把敌人杀掉，二打一的概念这样。拿球好像也不是，跟接着一，接着打掉。然后这个时候看一下小地图队友的状况。OK OK OK， 哇 ，nic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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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哇，这个超 nice， 哇，又是杰瑞，哎、欸，火霸包哦。哦，对，这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丢球这件事情呢，要非常慎重，你要确保你一定丢得到，要不然就像我刚刚一样，错失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啊。我在这里跟队友说声抱歉。我们这个不一定说这个所有的贡献都一定要建立在杀人上。哎哎哎哎哎哎！耶，杀掉！
大掉杰瑞了，还丢到球了。哦，然后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躲藏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耐住性子躲起来，像这个杰瑞，杰瑞超会躲的。啊！被发现了！哦、oh, ，nice nice， 出个力出个力，因为这个我前几天这个楼海老师说，这个场上的蛤蜊数是固定的，除非有人死掉还是什么什么之类，他才会再生出来。所以就是吃蛤蜊很重要，毕竟是藏蛤蜊嘛，这个模式。所以我要做一个偷袭，送偷袭其实还不错用，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吗？对，发现什么？什么？竟然有人已经拿到了，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偷偷的结束这个游戏，但这个风险很高，因为有可能你家守不住了，然后结果你就变成那个战犯、罪魁祸首。感谢感谢感谢各位。妞妞说我不会蛤蜊哦，蛤蜊它其实这个怎么讲？蛤蜊订阅、分享、小铃铛，给喜欢的你第一手最新的消息，给不喜欢的你第一手最讨厌的消息。